选一。二写太大了啦，大大的二也没。你不在不认识，我不要讲你了。三，好，三，四，五，怎么写？好棒哦，弟弟，你好会写、啊。五怎么写？哥哥有教你呀、啊。怎么写？刚有教你喽，在这里，跟一呢，再弯过来，再这样子，记不记得？再过来一点。对吗？哥哥弟弟写的对吗？对，真的、哦。那你写五太大了，那么再练习再写一次嘞。六，好棒哦！好，七。不是。不对哈、哦，好，哥哥弟弟，来教弟弟怎么写。先一条下去，不是上去。一条这样子。你刚刚已经差不多一条下去了，这样子。下去。对，好吧。我这样子有点弯。八。八。八比较难哦，哥哥怎么教弟弟呢？八。八。那九。哥哥帮你点点点，让你描哎。怎么变这样了？这什么字呀？是哥哥给我你描的啊。哪有给他？妈妈给他描这个。这样子写呢，就要这样子写。好，八可能对弟弟还有点困难。加油！对。没关系，哈，没关系，这个对呀，太大了，没关系。六，我不会。六，七，写反了。其实你要从这边开始写。嗯，太大。九怎么写呢？手会脏脏的。你写反了，而且你的圈圈也太大了。弟弟在画气球哦。九怎么写？哥哥教你呀。他怎样？啊。嘿，你看你的话没关系啊。不要手收腰。哥哥帮你点点哦，好。然后呢，怎么写九？从这开始。然后不对哦，对吗？哥哥要写的对吗？他的圈圈画的对吗？对啊、哦。十。好，十，十怎么写，弟弟？这样子，一个一，然后一个零。对。零是从上面开始画。是啊。零是从上面开始画。对吗，哥哥？十一，哥哥，弟弟刚刚十写的对吗？对啊。他写一个一，弄了一个零啊。但是他的那个零有从上面画到下面。他零这样子写。怎么写？这样子写。哦 ，OK， 这样也对的啦，哈、嗯，棒棒，完成了，一到十。弟弟想写到二十。真的、哦？那你教他。写十一。